笨蛋！一个球队玩不好啊，哭什么哭啊？你玩不会别玩。哎，小孩都生病，你还欺负小孩呢？还小的怎么有狗吃的？没有的人。我说你，你玩不两句别找我，烦得很。怎么又烦了？小孩不就这样吗？小孩在哭，他老是玩玩具，我找我。那小孩搞得哭了又喷这样，小孩昨晚还在烧呢，又烧。你说你这个你玩不会，你就别找我啊！你不玩，好好玩不会，玩不过去还哭什么？不是，那你是父亲是干嘛的？我叫他呀！我叫他，我想骂他，你又不能也，你又喷，你又把他搞到陷阱里面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就是没有的人。妹妹在哭，你看不见吗？妹妹怎么又被搞哭了？妹妹，你出去买菜就哭了。我让你出去买菜，你又不去，那小孩又在那哭。我妹妹，你搞得像花猫一样的，撑成这样了，不能再搞哭了。我也不哭，哭咳嗽啊。有本事就玩，没本事就不要玩。那我陪两小孩玩，你做饭行不行？几点了？十二点半了，菜还没进锅呢，你去玩什么？那你我没回来，你们在家把饭煮一下嘛。妈妈在陪你玩，好不好？爸爸笨蛋。你才笨蛋。不哭了，笨蛋，笨蛋。今天上蛋了，不上蛋，来，不上蛋，不上蛋，不上蛋了。煮饭去，别研究了。我做饭了，好妹妹了。我看着吧，你去吧。那个米呢？哎呀，我起来泡着就做嘛。我馋你啊，我有为什么发的？中午就吃点蒜是吧？不是啊，炒一个腊肉炒大蒜嘛，然后再涮个牛肉啊，清炒牛肉嘛。妈妈，谢谢你做的饭。啊，你要多吃点啊。嗯。